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哪里？最期待的。我们来到了屏东海生馆。我们今天不是来这边看鱼而已哦，我们今天要睡在这里，超酷的。今天要跟那个白海豚睡。对，不过今天有点可惜，因为 Peter 昨天有点发烧，所以今天呢其实有点不舒服。但是因为这是我们在高雄屏东这次的旅程的最后一天的拍摄，所以我想说还是撑一下好了，就是把它拍完这样子。希望待会爸爸不会突然间消失，由妈妈掌镜。然后到时候影片如果真的拍得太差的话，也请大家见谅。先打预防针有没有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海生馆，走吧， yeah， 看一下我们今天在哪里。有好多海豚哦，金鱼哦。现在往入口进去，往左手边直走，约200公尺，金丝内大厅。我去看大金鱼吧。哇！要不要进去玩？鱼怎么叫？哦，你看鱼，海参金鱼，它都跟着我们来。啊，你看这个大鱼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晚餐时间，我们现在我们刚才做一个导览，然后有看一下。哦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？我们吃炸鸡薯条，超不健康，有一种感冒的。不过我应该吃不完，因为太油了。现在最健康的是他。他吃那个樱花虾的饭。哇，有一种博物馆惊魂夜的感觉。哦，你看。这个海生馆黑成这样，只有我们在这边。哦，这边都是暗蒙蒙哎，好冷啊！要不要去探险？啊，好哦。去探险好不好？探险好不好？金鱼好不好？哦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哦，我们现在在神秘的后花园区，这里是平常游客好像不太能进来的地方。但是你有来报名夜访的话呢，好像就可以进来，会带你进来参观。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我们白天看到的那些大鱼缸的正上方，游泳池的正面，你可以直接跳下去跟他们游泳。这里是适应池，就是好像要把这些小鱼放下去，正式跟他们生活的时候，要先让他们在这边适应一段时间，让他们才不会一下子到那么大的环境里面，然后会适应不了。这里有一只鱼。在这边呢，一定要记得，因为这边其实有很大的游泳池，所以很有可能会把东西掉下去，所以你知道小朋友也有可能会掉下去，所以在这边爸爸像这样子一直把它牵着走，这样比较安全，最好是抱着啊。不过你也知道小朋友不是所有人都抱得住的。他说是南极的企鹅的主要食物，然后他们主要是在喂他们吃的，现在我们也可以喂哦。嗨，大家，现在有点暗，超暗的。我们在这边要小声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睡在海底隧道上面呢，就是哎呦，上面呢就是三头的白海豚，在我们上面，超酷的。对，现在还看不出来，我们明天早上再看。对，现在只能照我们自己，好不好？照我们自己。好，Cody，那我们要睡觉喽。晚安。那明天早上再见。好吧，明天早上见啊。OK， 明天早上很早起来，天哪，真的。OK， 好，大家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是我们昨天睡觉的地方，有一个人眼睛被蚊子咬，超肿，好惨哦。嗯，不要揉好不好？好惨哦，不要揉好不好？爆炸头，超乱，头发超乱，刚睡醒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看，我们昨天睡这边，然后上面，白海豚嘞，它去哪里了？哦，它在这里，超 cute 的，有没有？它昨天我们就一直听着它的声音，然后跟它一起睡觉。原来它也是会叫的，好不好？昨天一直打隔壁的吵架。对，传说中的海豚音，在这里。白海豚的叫声，这样。然后昨天晚上真的是暗蒙蒙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我觉得睡在这边好处是早上起来它是你独享的，但是晚上没什么差别。晚上呢？好，现在是早上的7:30左右，非常早，因为来海生馆，我们就是要趁大家进来之前，然后就可以体验一下，就平常没有夜宿海生馆的人可以体验到的一些活动。那我们现在在吃早餐，早餐我们点了一个中式，一个西式，然后就两种选择，我们就各点一个这样。然后 Cody 现在吃的是中式的稀饭，是吧？来来，还是娘的脸。Yes， 我们现在吃饱了，现在换我们要去看鱼儿要吃饭，换他们吃饭，对，换他们吃早餐，去看一下。吃完换我们吃他们。好可怕！宝贝，准备好要看鱼儿吃早餐了吗？好 ，Let's go。OK， 好的，我们要即将结束我们这一趟高雄屏东8天的旅程啊。看到小鱼吃早餐开心吗？应该开心啊，开心啊，眼睛肿成这样，哇，太肿了。OK， 好啦，期待我们下次再带 Cody 出来旅行的影片咯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